現時咧，我喺情侶路落咗車，有太陽，幾好啊！影下呢度，上一次已經講過想揾日行下呢度。今日天氣清啊，睇到港珠澳大橋，冬天嚟講算清噶啦。啊！呢只系海鸥定大白鹭先？呢只嘅都系大白鹭，只脚好长啊，海鸥好短嘅。呢只海鸥啊，呢只。準備搭車去珠海海濱浴場，即係泳灘啦。呢度情侶中路就係海濱浴場。
海濱浴場的大門口。這裡就是珠海泳灘，好大浪啊，我想航拍機都不好，剛剛這個旁邊是直升機場，剛剛有飛機起飛，到燈塔高點去，費事麻煩。珠海直升機場又有飛機起飛，因為這個太近機場，費事一陣間麻煩。在愛城郵政局那裡走去珠海漁旅，這條呢就情侶中路，是沒錯，情侶中路。這裡看到一條港珠澳大橋，
呢只桃李呢只面包好食嘅，好软熟嘅。喺沃尔玛买咧就$8，喺鲜一街咧就8.8，唔系经常有嘅。而家基本上晏昼都系食面包噶啦，最初买蒸包。时候行到珠海渔女像，离开了珠海渔女像之后，在对面的海滨公园，我每次来珠海都会来到海滨公园。
咦，对面右手边嗰度有鸭有鹅喎。一阵间坐啊，行到咁上下咧，就搭车去翻情侣南路睇日落，即系今朝航拍嗰度。将嗰条死鱼喺度，争嘢食，呢两只成日打交嘅。4点钟多啲噶啦，拍埋呢一个咧就搭车去金蕉嗰度，慢慢等日落。做思想家喺度谂嘢，呢个人一阵街上面跌个椰子落嚟咧，就揼穿个头。好啦，而家4点几啊，搭车去云海湾花园先。我喺珠海鱼尾站上嚟，但系嗰度。是不是封了路啊？
到巴士站啱啱送车尾，而家呢架就系啦。而家喺巴士站等紧车，啱啱送咗架车走。广州大桥，今朝啊影过日出嘅呢边，而家日落。